有了这样一个通导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矩阵式的导航定位系统以后，对这个移动通信覆盖不到的地方，它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它就既能够通信也能够定位。所以为什么减灾救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移动通信都用不上了，包括我们的在海上远海，在移动通信够不着的地方，那渔民就非常响应我们的东西。渔民们说了一句话，就是说那个一败马走，二败北斗，它就体现到对我们北斗的依赖性，就像那个爱富神一样的。